在这边它要我们画两个 tree based on 它的给的这个 graph。So 我们知道它 tree 呢，就四个点的话，它就有三条 vertices 而已。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你只要把它的那个线删掉，OK，然后我可能把这条线也删掉，OK，然后过后我可以删这条，删这条也可以，那我删这条，这个就是一个 tree 了。然后我也可以删这条线。然后过后，我甚至是删这条线，OK，然后我也删这条线，这样它也是一个 tree，它有四个点，三条线，每个点都有被接到，所以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啊，所以课本它都没有把答案，它课本没有提供答案我这一题。所以接着的这一个的话呢，你就心里想，哎，我把这两个丢掉，OK，然后我这两个我也丢掉，OK，然后我这两个也丢掉，这样，所以它就剩下一二三四五六个点，一二三四五条线，六个点五条线，学到了咯，六个点五条线咯，这样，OK。所以，它就非常的简单嘛。然后，甚至是我，这一边我这一些线我都不要，OK，这些线我都不要，然后这一些线我都不要，好，这样的话，这一个也是一个 tree 哦，OK，就是说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就有，一二三四五六个点，然后一二三四五条线，一二三四五条线，这样，OK，所以这两个就是 tree 了。